毛孩乐园宠物用品展5月18到5月21于中台湾举行，串联百大品牌共推350个摊位。专场首度找来宠物沟通师免费提供心理咨询，在苗栗受欢迎的狗狗水世界也移师台中，让狗儿们在宽大泳池享受戏水乐趣。南口碗架天然原木制成，碗架可随着成长过程调整高度，减少宠物长期低头吃饭造成健康问题。台湾制造有机猫薄荷填充，有助轻松减压，让猫咪可尽情的啃咬抓抱。有玩乐店、睡床、游戏隧道，多种变化的宠物店，猫星人乐于自己的天地中。软垫贴合胸口的胸背带，避开脖子接触，在拉扯时不会伤害到毛小孩的支气管。台湾在地食材天然香料低温烘制而成，有牛腿肉片、野生鲑鱼鸡肉饼、野莓鸭肉饼等口味选择。针对不喜欢刷牙宠物也有法宝，无色无味100ml的水加入些许洁牙水，不用搅拌就可饮用。凤新闻报道。苹果欢庆15周年，送你100元 C 的礼券，再抽10万现金大奖，还有2018世足冠军赛门票，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 APP。